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淑珍。那这两年我在公司陆续有新的作品推出，包括了公司的新创电影《零战我妈还好吗？》，很好。还有《弑罪者》。这两部都是属于风格非常强烈的片子，并且我在其中的角色也有很大发挥的空间，我人缘真好，很过瘾，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。公式的戏剧一直非常多元，让观众在不同的题材当中看见更丰富的世界，给了大家很多的惊喜。就很漂亮。想要看到公式更多的精彩好戏，请务必实际的行动来支持，请拨打捐款专线02-2633-9922，02-2633-9922。